everybody， 我朋友，我是战神瑞瑞。今天我又拍特别系列，叫做外界挑战，不是挑战时间。挑战时间是我属于是我的室内啦，如果是室外，我就叫它外界挑战。今天我要挑战是什么呢 ？OK， 我给你们看啊，等一下啊 ，Money Money Home Anybody Home，Money Money Home Anybody Home。啊，不是一块钱挑战啊，是我要换零钱挑战。我知道现在单调，但是有些店家会讲，你有存在吗？或者一块钱这样子哦。所以我想找几个店家这样子，可能我挑战两间啦，因为我总共有50张的一块钱，说我看一下我可以换到没有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去换一下有没有零钱吧，走吧。所以我前往去第一个店家这样子，看能不能给我拍摄这样子。OK， 我找到第一个店家，终于换到，只是他不能给我拍摄啊，因为不能拍摄他的地方了，所以我当咬人不可以让他拍摄，最多是我换到钱了。你们以为不要我骗人啊？好，我去下一个店 ，Go。换到2张20块。不过没有关系啊，不过虽然挑战失败了，但是没有关系。不过我下一次会再加强一点，因为有些店很难愿意接受啊，或者是换到钱类似等等。好，如果我的 view 啊有超过10个，或者是我的 line 有超过5个啦，我就会做下一个挑战，这个外界挑战，这个换零钱的挑战啦。然后我会做 round two 啊，放心，加强这个挑战。好了，我的影片到差不多尾了。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 like share 给朋友看。如果你是新来的观众的话，也按 subscribe。如果你是看到华语的订阅，也按下去。放心，这4个不把都不会咬你。如果还有哪一次，你拿1块钱给他静静就可以了，没啥骗你们了。好了，等到我们新来的观众，拜拜。